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我就走下坡了，走下坡，我也不知道，反正听起来就是有点好。你先试试看，吸一个，吸一个东西，听起来很轻松哎，为什么？毕业之后，你跟我唱歌这件事。大家好，我是你今天视频的老师 Leo， 我们来到老师来挑战二这个单元啦。好，如果你喜欢听歌，你喜欢唱歌，订阅，开启小铃铛。OK， 那老师来挑战这个单元呢，就是同学会提出他的疑难杂症，老师来解决。那我要在有限的时间解决。如果你觉得我成功了，报案一；如果你觉得我失败了，报案二的一个 tempo 啊。那你也可以留下，你希望未来啦，听到这位同学唱什么歌给你们听。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男生 ，OK。来自我介绍一下吧。耶、yeah, ，大家好，我是威力 Willy， 然后大家可以对我有在经营我的 Instagram，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nstagram 叫 W I L L Y 0430威力0430。耶，好，大家可以看屏幕上啊、哦，屏幕上也会呈现这个 W 什么？再讲一次 W I L L Y 0430。OK， 里面的内容大概都是什么？来，先给我们一些预告好不好？哦，大概我在 Instagram 上经营翻唱，就是每一首、哦、一分钟的翻唱，然后经营现在应该有40多个作品的，蛮多的。哇，对对对对。OK OK OK， 你今年几岁啊？我24。24哦，哦，那应该已经要有走下坡了。走下坡，哪一个部分走下坡、哦？没有没有没有，人生开始，人生走下坡了。对，巅峰已经过了。OK， 你是原住民吗？哦，我不是原住民，我不是原住民。哦天哪，我还看起来觉得很像、欸。我只长得很像哎、欸，我去十个比赛，有大概有11个评审在问我是不是原住民。所以你常参加比赛是不是？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常参加一些那个大专院校的比赛。那有赢过吗？还是都输了？前期都在输啦，后来有慢慢赢回来。Oh, OK， 好了，回到正题，你今天想要丢什么问题来挑战我呢？就是你最近唱歌有什么疑难杂症？我唱歌的话，我有一个还蛮大的那个，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我唱歌，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唱高音的，可是我觉得我唱高音的时候都就是很没有很真，就不像真音，对，然后很像偏那个什么头声哦、喔，就是听起来虚虚的真音这样子。Oh, okay, okay.嗯、对，然后就因为有些歌不是唱到最后面都会比较情绪激昂一点，对对对对 对 ，maybe 就唱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张力，就少了一个层次的堆叠，对对对对对对，到那边就整个啊 OK 又下去是差不多 OK， 就是都平平的平平的平平。好好好好，那你先日有没有什么歌是你希望它就或者是比较可以呈现这个问题的？嗯，我最近蛮常唱一首歌，最近还蛮红的一首歌。那个邱振哲的太阳，干嘛支支吾吾啊？不就太阳吗？好 ，OK OK， 好，不然你，要不然你唱一下，我听一下到底是什么 okay, 哪里有问题。我怕你没听过啊。太阳这歌不是大家听过吗 ？Hello， OK。OK OK。是爱我别走，是不是？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好听，好听。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听他唱歌会。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好听，好听，好听。你看着我眼睛，哦，你记着我声音，嗯，不怕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
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哎，还不错，不给你拍拍手，拍拍手，好听，好听，好听。好，那确实哦，这个如果说这个唱法拿来做第三段，哎，我忘记原版大概有几个段落，但第三个吧，第三段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就会显得音色上有点单薄，然后力道上可能不够，就好像就是你说的那个张力不够强烈。可是我刚在看你唱的时候啊，你在整个开始唱之前有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你做了一个这个，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其实音高的那个发源地啊，就是在那个声门闭合跟空气去对抗这个闭合的这个，这在我们其他的很多影片里面都有在讲这个东西，所以你其实应该会有个概念，知道说音高从那个那边来啊。那从那边完成音高之后，其实如果你希望整个声音呈现出来更有张力的话，就是口腔的设定要很精准，因为口腔的设定就关乎到音色。那你希望它的张力比较大的话，我们现在你先试试看，吸一个东西，比如说吸管好了，怎么吸？OK， 这样吸之后，你会觉得口腔后面有一个蛮特别的空间，就是它会有一个变大，然后变得比较深的一个感觉。厚厚的，在后面的地方。厚厚的，就是厚实，空间宽宽的，对，宽宽的，宽。好，我需要你去帮我把这个空间给滞留住。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练习，好来带啊，先这样。闷闷闷，用这样来做闷闷闷，所以有点听起来会有点像美声，你试试看。闷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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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OK， 下一组。闷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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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哦。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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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好的啊。所以你在做这样的么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在那个 M 字的那个头是么么么么？这个地方完成音高，然后随后再在口腔的这个空间里面去包裹住这个，算是做一个包装吧，把音色给包装起来，就变成圆圆的、厚厚的。好，所以到越高的时候，那个。要记得，它是你上音高的机制，然后口腔的这个呜，是你音色变圆变厚的一个机制，两个是分开的。嗯，好嘞，继续往下，三走。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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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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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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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哦 ，always 要先完成音高。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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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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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好，再一个。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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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漂亮。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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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毙了！再一个，搞死你又来了。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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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可以呢，再一个。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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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对啊，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那个 Manta， 你知道那个歌吗？ Manta， 好，你自己上网去搜，就一个。好，再一个音。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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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对呀、啊，你有没有觉得是在完成了那个到了那个音高之后，其实口腔的空间蛮好做的，只要去一直去记得是去吸管，我吸吸管，我吸吸管。嗯 ，OK， 那有没有办法？我们先在这个模式里把那个副歌的歌词念一下，像这样吸东西会吗？吸东西之后呢，留住那个空间。我想做你的太阳，这时候你要做一个隐形的嘟嘴，不是说就不能像刚那样嘟出来了，要开始有点好像自己刚打完玻尿酸那样封存。我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啊，你的心底啊，这种感觉 ，OK。试试看，我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好，所以一定要滞留住这个吸东西的空间，想着你吸东西时候那个口腔啊，好吗？嗯。好，那我们直接唱一下副歌好了，好不好？好，调子啊，他不知道弹唱。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多远的远方，哦，很多啊，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还蛮有趣的版本，美声版，这美声之类，就有点像。我也不知道，反正听起来就是有点好，对，好，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你有办法，只要留住那个空间，然后稍微再综合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保留一部分，比如说那个那个虚的那个地方，你还是可以滞留住的，不需要整个都唱得这么的真。嗯，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全部都这么的音色都这么的。这么的啊，这么的啊，这么的 over， 好吗？然后你也稍微把它再往自然那边去倒，就是说我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不要太夸张，然后的空间感，然后你顺顺的照着原本的那个乐感去唱。我们再试一个副歌，好不好 ？OK， 我想，对，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想做你。哦，对，还有那个好，那可以转，那可以转，你就转一下，没关系。对啊，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不对，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变得不错啊，轻，变得很轻松哎，为什么？我觉得听觉上面其实会有一种，我不知道啊，我自己会觉得降 key 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把音高跟音色两个这个单位呢做一个挂钩，就是会想要用某一种嘴型去做出某一种音高，然后那个嘴型其实到某个音高上其实听起来会有点吃力的感觉，所以我们耳朵就渐渐习惯听起来吃力，就好像就是音比较高，听起来比较不吃力，音好像就比较低，然后所以后来这个版本听起来就比较没那么吃力，反而就会显得好像低下来了。嗯，对啊，我觉得就抓住几个重点很重要，就是音量、音高跟音色三个，其实你要开发就这三样技能嘛。嗯哼，能够搞清楚这三样技能分别在你的身体什么样的行为里面去做控制，这个其实是发声练习很重要的意义啊。嗯，并不是说我希望always 都是什么音色，因为你最后还是希望你唱歌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嘛，嗯，比较多元，
多元。对你，所以你觉得多元成家是不是？不多元可以。你要、那你觉得除了比较轻松以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想分享的感想吗？就是唱法上面整个。因为才刚学，就是也不是说刚才刚尝试这个唱法，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唱 R&B， 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用这个方式变成把它套用在唱 R&B， 对， okay, 因为唱 R&B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free 的，非常可是 maybe 声音会比较不那么实一点，其实也有蛮多实的 R&B， 很实的啊，像那个 Brad McKnight 你有听过吗？有他有的空间其实也做得蛮大的，声音也是会比较厚比较圆润的。所以那个声音你没有听过 Brad McKnight？ 我有，可是我不会唱，而且不太熟。那经典呢、那 R&B 中间的超级大经典一定要听好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如果你有跟 Willy 一样有那个觉得希望声音比较真的张力比较出来的感觉的话，你可以参考刚刚我们调整的内容然后的方法啦。那如果你觉得我的挑战是成功的，帮我按1；如果你觉得我挑战失败了，你帮我按2，并且你可以留下你希望 Willy 唱什么歌，未来唱什么歌给你听，我们可能会再开发出一些新的单元，就是把这些人都逼回来唱歌啦，唱歌啦。OK， 你别上来跟我唱歌这件事。大家好，我是你今天声音朋友老师 Leo， 那我们就老师来挑战2，下一集再见喽，拜拜。